好，接下来大野牛的复赛那个对阵表我马上发上来。野牛的第一轮复赛有九头。现在进场的二十九号也是一头青牛，曾经在去年的时候打过一次友谊赛，打斗时间将近二十分钟，获得了胜利。今天是第一次出战。大家引战来自卢溪五街铺放烟哨的彩王。他这个身上写了一个小字，难道是洗出的还是怎么的？现在应该是成年牛的大牛组的复赛。别动，随你随你回来。开碗开碗。很轻巧的。啊，不能干了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拉到点上，因为彩王曾经出价出到将近六万，不是六万，八万的价格，牛主不愿意出售。哦，应该会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助理，助理，这边过来了。因为彩王今天也不灵了。高了嘛，高了嘛。今天不在状态，不在状态。今天不在状态，领导。该是不是不行？是呢，是呢，是呢，不是是不行。哦，那他在。